再带你看到大陆电动车市场需求强劲，市场预估明年规模会高达300亿美元。加上大陆公务车规定30%得要使用电动车，更让大陆业者乐观期待，甚至跨海来台找寻合作伙伴。机车、汽车、公车一起塞在长长的车阵中，造成空气污染与庞大的能源消耗，让大陆开始转向发展电动车。不过，电动车好不好用，答案就在电池里。碰上绿能大未来。号称大陆最大的碱性干电池厂双鹿集团来台湾寻找技术及合作伙伴，并敲定由台湾碧翔电能担任供应商，一起进攻大陆电动车市场。那他们的行销通路，还有他们对当地大陆的一个了解，应该是比我们清楚的多。那现在就是借助他们的优势，我们的优势，我们大家一起合作。怎么样哈？把最需要这个新能源这一块的这个市场，我们共同来经营。前景角度来说，我预计一下5年内中国的电动车市场，它的一个市场份额一定是数百亿美元以上的市场。配合新能源政策，大陆官方要求电动车比重必须逐年上升。市场预估，2015年大陆电动车年需求超过110万部，市场规模高达300亿美元。加上大陆公务车也要求得使用新能源汽车，需求强劲，政策绑定产业发展，更让电动车市更有看头。下一次公务车1/3就是要转到电动汽车这一块，正因为有这一块，所以啊。从一个产业布局上，很多企业都想转一下这一方面行业。大陆推动新能源政策，企业嗅到商机，纷纷寻找合作伙伴，而台湾产业也抢当供应链，分食这块电动车市场大饼。UDN TV 吴佳叶嘉华台北报道。